史上最镇定之人。在地平线里有这么一个人，宛如一道亮丽黑的风景线，此人不论刮风下雨，黑夜白昼，始终纹丝不动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这超跑加上我英俊潇洒的面孔，按着喇叭都无法使他动摇。我想说句，进屋去吧，没人看你。为了除去这个可恨的祸患，我准备创造一些外在条件，先用车撞击房屋，看来无济于事呀。正当我眉头紧皱的时候，发现这有斜坡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斜坡跃起，直接撞击阳台。到那时他还能如此镇定吗？这真是一个一动不动的乌龟，黑的人呢、啊。